哎，庄老师，明天有新的小朋友要来，小姑娘叫安娜，她不怎么爱说话，但是挺喜欢画画的。明天的小组活动不就是画画吗？是，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她。安娜，焦虑症，轻微社恐。画得很认真呀，你能不能让我看看你在画什么呀？喂，妈。你还在工作啊？你这两天找时间回来，妈给你做点吃的。你自己身体也不好，还天天操心别人的事。我会尽快回来的。安娜，你画的真的很好，你以后想当一个画家吗？不想。可是你画的真的很好。安娜，你画的真的很好，你以后想当一个画家吗？我想像你一样，帮助更多的人。